将军，你带我们过来，不会就是为了看这些女娘们吧？诸位公子可看好了，这风景可不多得。郡主，你看，十郎他看你了。诸位，你给我躲开！你躲开，他别挡着我。他不结实，千万不能上轿。 将军，深夜造访是何用意啊？听闻萧世子府上有贼人作乱，在下特带黑甲卫前来，助世子擒贼。林将军，这府上也未丢失什么财物，就不劳烦林将军了。松口。前些时万将军府上也失窃了，这贼人太过于猖狂，若不早日擒住，都城难免人心惶惶。 还请世子迁就一些。搜。你，林不疑，我乃雍王世子，身居都城，此府等同雍王府，你再敢藐黑甲卫，擅闯王侯府啊！萧世子，就算今日眼前真是雍王府，在下想进，也一样进。 你说什么？少主公，属下已经搜过了，并未发现贼人身影。林将军，即使一无所获。 就赶紧带着黑甲卫早些回去吧，啊！忠义公谷，这可是圣上的御笔亲题。自然啊，我父王毕生戎马，铸圣上打下万里山河，封王戍边，这四字，便是圣上对我们萧家人的盛赞呢。雍王的忠勇。 圣上看在眼里，虎父无犬子，相信萧世子也不会让圣上失望，对吧？那是自然。继位抓到贼人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走。
这凌不疑是不是对咱们起疑了？那樊将军那边，这凌不疑阴魂不散呢。此时我要是交火，岂不是中他手里了？樊城，再等等吧。阿父，谁来了？万伯父。哎呦，贤弟呀！哎，弟夫。哎，恭喜万兄！听说圣上册封老夫人为郡夫人，今日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哎呀，为人子女，一世打拼就是为了光耀门楣。如今阿母被圣上册封，我竟觉得比自己升官还要荣耀啊！万兄至孝，吾等佩服啊！哎，贤弟，里边请啊！哎呦，万兄，你这是？没事，就上而已。走，走。嗯，那伯父这屁股是怎么了？你还记得那日你走之时传来的那个猪一样的叫声？你猜怎么着？原来是我大母把我阿父给打了，险些没给打死。不过你说也奇怪哈，怎么能把阿父打成那样？少给我惹事啊！怎么了？今日我阿母叮嘱我了，说若我再与人打架，国舅定让我吃板子。那今日王林可来啊，你可得忍着点。你放心，今日我绝不动手。一，哦，怎么了，妹妹？哎呀，我突然肚子疼，要回房一趟。那我随你去。你别随我去。你是主人，你得照顾客人啊。这府中我都来了几日了，我定能找得着。快去。那行，你注意点啊。没事。哎呦！七七，这就是你家待客之道，竟将我们撂在这破地方无人招呼。这都归我管。行，那吃饭我也喂你，如厕我也陪你，如何？哎，你这得，寒舍简薄，原不配你们大驾光临。这原本吧，给你们发请帖，也就是客套一下，谁知道竟真来了。你不是请了许多少年郎君吗？我又不是为你而来的。你们不会专程来我家看郎君的吧？你们行好，今日是我大母寿辰，你们能不能收敛一些？听万将军说要领今日来的儿郎们去演武场耍耍，我只不过想去看看热闹。这是你家，我们不好乱闯，才来问你的。这新家吧，我也搬来不久，要说这演武场在哪，
在哪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七家子，哎，妹妹来了，好点了。嗯，走吧。陈少商，你着急走，该不会是怕遇见十一郎吧？哎，也对，当日你吹牛啊，被逮个正着，真是丢人现眼。阿离，你在此作甚？伯母跟我说，让我照看你行事，你跟着我便是了，不要在此地非议他人。楼瑶，你竟有功夫来管阿离？听闻昭君妹妹与楼家在商议退亲之事了，天晓得你是如何不堪，如何蛮憨无能，昭君妹妹这才迫不及待与你退掉婚约的。换成我，早没脸见人了。你，季瞎子，男女之间一亲。成与不成便都是常事儿，王家娘子如此说何昭君，说她因为退亲无脸见人，被何昭君听了去，这事儿可不得大了。就是，我说的又不是何昭君。多谢陈娘子仗义之言。好啊，你个楼瑶，竟与他一唱一和，难怪昭君妹妹要与你退掉婚约。我看呀，也就这粗鄙无恩的程家丫头配你。都别吵了。今日万家老夫人作寿。咱不能吵闹百姓。王家妹妹心直口快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郡主果然是郡主，言语斯文周到，倒不像某些人。王家娘子，你不如跟郡主好生学学，别整日待在一块儿，好的没学着，竟学着了跟我这种粗鄙无闻之人吵嘴。你放屁！嗯，郡主。说你放屁！不，我没有。你有？我没有。有？没有？你有？我掐你！哎，林将军来了。林将军，林将军，原来是林将军。素闻将军久在沙场，难得，今日有此雅兴，将军可愿一试？在下平日初见，必要取人性命，如此孩童玩物，难免胜之不武。林将军，今日万家寿宴，不要扫了大家兴。投壶有甚意思？那边的风景更好。不知袁公子是否愿意同在下一同赏花？好好。哎，大家好啊！诸位大人，请。万夫人好。多吃啊，吃好喝好，千万别客气。哎，哎，哎，李大人，别客气啊，多喝两杯。好，一定要多喝两杯哦，多喝两杯。多谢多谢，程贤弟，我兄，哎，一会儿人得单喝一杯啊。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林将军许是在外太久，见惯了风沙，我看这庭院之中也无花可赏。阿离，听话，跟我回去。不回去。大伯母特意嘱咐我，让我带着你回去。多了，我不想跟你回去了。为何不跟我回去？哎呦，我方才刚说到十一郎，这不就在那站着吗？身边好像还有一个袁善剑公子。袁善剑，哎，我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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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十一郎与云山剑公子。你们看。袁公子，你可会笑？凌将军哪里话？你我究竟谁不会笑？甚好，那能否请袁公子随林某一同笑？照相在咱们这边看呢。袁公子不如朝着这些花儿笑吧。沈阳一直在冲你笑，是吗？我怎么瞧不真切？看不真切？看不真切？那有座桥，咱们上桥吧，那看得更清楚。桥？我们也去。不会就是为了看这些女娘们吧？诸位公子可看好了，这风景可不多得。郡主，你看，十一郎在看你呢。诸位，你别挡！哎，你躲开他，别挡着我！他不结实，千万不能上去！你瞧，Yeah!
阿离。哎呦，这桥怎么塌了？哎，站住啊！抓住我手，抓住！你说那王丽有没有摔着？今日本是双喜临门呢，怎么出了这般祸事？少商，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。阿母，桥塌之时，程家四娘子正跟七七在一处呢，怎么可能啊？袅袅若是生就一副你这样的脑子，自然是不可能。许是碰巧而已呀，袅袅怎会知那木桥何时会塌？是当年公输盘大夫为相助楚国的国君所致。学名叫做叠骨桥，其实只要抽出其中几块木头，再有人踩上去时，整座桥瞬间即垮。阿母意思是，袅袅看破其中奥妙后，借机设陷诱入那些小女娘。如此一来，她在与不在，照样可用此计策。王家娘子一直在寻袅袅的不痛快，袅袅如此报复也是情有可原。若换作是年少的我，更厉害的事也做得出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！哎呀，阿母没怪罪袅袅，将此局设在咱们万福就好。这有什么好怪的？他让万福在桥头桥尾各立那两块木牌，不就已经将万家宅请出来了？是。不过适才我已修书一封，将此事告诉了袁姨夫妇，这事儿也得让袁姨知道知道，她女儿究竟是怎样的人了。阿母，如此一来，袅袅必受罚不可呀。人生世上，若不敢做敢当，还不如趁早偃旗息鼓，老实过日子的好。阿母说的对，这人呐，就应该让他知道何为自作自受。哼，哎呀。啊，那边要不要再来几下？不不不不不，阿母孩儿知错，知错了。啊！其实此事也无恶果，那些小女娘不过是形容狼狈了些，但我看钟家大人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也就是万老夫人见多识广，心思细密，那些小女娘乃知晓其中原委。此事啊，从头到尾袅袅安排的毫无破绽，兄长和四父尽可放心，回头只需要好好跟万家诚意致歉就是。此事不能这么简单算了，我要罚他，重重的罚他。
今日好在被万老夫人看破啊，要是被别人看破了，我看鸟鸟并非不知自己做的不妥，而是明知做的不妥，他还要做。他自是聪明了得，觉得什么都可以糊弄过去，如此张狂，的确是要闯下大祸的。 今日就要折折他偏激的性情。将军，你究竟想怎样？我既许诺夫人，便信守承诺。请走。取刑杖来。来人！兄长是要对袅袅动家法吗？袅袅才几两肉啊，兄长一巴掌下去就能把袅袅给扇晕了，还用得着？这么长的刑杖，你不知。 袅袅胆大心细，寻常的阵仗吓唬不住他。那这次，定要让他狠狠地吃点苦头，出点血，才能让他长记性。将军，你就不怕袅袅就此恨上你吗？夫人说的没错啊，所以啊，不要由我来打，由夫人来打啊！我可是用心良苦啊。什么人？收服袅袅这般桀骜的孩儿。 得软硬兼施才行啊！你打完了，总得要哄了吧？咱们夫妻二人总得一个软一个硬啊。将军想得可真周到。多谢夫人夸奖。雪松，快去把女公子给我带过来。是。哎。 我既如下，待会儿啊，我先躲在庭外啊，免得自己心软。等袅袅过来了，夫人就大发雷霆镇压于她。就在此时，夫人气急，一摔头杯，三弟和弟夫啊就假作匆匆的赶过来，你俩呀得声泪俱下的替袅袅求情啊。夫人呢，一番无奈的啊勉强应下。 要狠不情愿的，才留下他一条小命的模样。啊，旭伯倒是非常好戏。就是啊，为何我们夫妇也要配合兄长演戏呢？你们当真不懂我的用心良苦啊！今日一定要让袅袅知道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不要觉得有人兜底就可以胆大妄为。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夫人，可别忘了，以摔杯为号。 你君请女公子去九追堂。女公子，这次要我去喊谁？这次谁也帮不了我了。 作下的，为何屡教不改？没有为何，只是想出口恶气罢了。今日出门前，我叮嘱过你，若再惹事，定不会轻饶。你为何还是要做？做，便就是做了。少商远远未指望阿木会放过我，要打要罚，随便。好。 你敢做敢当，我也不必手下留情。秦聪。
军法伺候。女公子，快些认错。我没错。女公子，少商没错。阿母若要罚，尽管罚来。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到底是打了还是没打？这娘娘性子倔强，就算真打疼了，她也不会喊疼的。那可是军棍呢，连军中的儿郎都受不住的。大兄，就这战场我瞧了，都觉得发懵啊。这原因阿泽过往在军营里行军法，什么情形？啊，那场面。任凭谁也要下不打啊！只要我家元义一声令下，那武兵啊，唰唰唰的就走到帐外，两两分侧把守住帐门。那军营里啊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，只听军帐里头哭嚎啊、惨叫啊。你果真能在摔杯为号的吗？就怕等不到摔杯，娘娘小命就没了。你还杵着干嘛？快去看看呀！方才我去看袅袅了，她在梦里都直喊疼。夫人没看见，医师给袅袅上药时，疼得直发抖。吃点儿，那喝点儿。嗨，
妹妹可是替我出了口恶气。你都没见着，那日王林啊，浑身泥浆，样子狼狈不堪。还有那玉昌郡主啊，明明都钗环尽乱了，还要假装端庄，可太好笑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站在那湖边儿，我竟然都不知道我该先笑谁。哎呦，疼吧？让我看看。哎呀！哎呦！哦！阿泽，你能不能轻一点啊？我疼着呢。错了，我错了。看看啊。哇，你阿母下手够狠的，怎么跟我大母、跟我阿父一样心狠？你阿父那是活该的。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说如今我站着也是疼，我趴着更是疼，我可太惨了。不过这说来也是奇怪哈，你阿母怎会知晓是你干的？你我如此亲厚，我都不知道此事。定是他搞的妆，我替他办成一事，他却出卖我，简直毫无半点仗义可言。你说的是谁啊？煞神。煞神。林将军差人送来伤药，说是军中行刑后用的，保管女公子的伤，三日后必能痊愈。他怎会知道我发生了何事？莫非他在我家安了眼线？少主公，这程娘子太不识好歹了，竟将你送的药给扔出来。你是因为近日萧世子不用你盯了，所以整日闲得发慌，蹲在女娘门口偷听吗？我就是好奇，稍微多待了这么一小会儿。少主公，那萧世子被咱们吓破了胆，最近连门都不敢出，别说是去寻欢作乐了。只要他不动作，这幕后之人便拿不到军械。圣上西巡的消息已经传出，我不信这幕后之人真的还坐得住。此次出行不会太平，暗中多布置一些人手，务必用最小的伤亡抓住他们的把柄。是。那这药你留着自己用吧。儿啊，路上你要多吃些，千万别累着自己。你要仔细照顾好我家三郎。是，军公。娘娘啊，你在路上多吃些啊，千万别累着自己啊。你可要照顾好我家袅袅啊。大兄放心。笑什么？娘娘你放心，我已经卜过卦了，你这一路上一定是逢凶化吉，什么也不用担心的。前途在险，至此离开家，能看到外面广阔天地，我也是愿意的。四兄三兄，你们也莫要心急，若是外面天地当真是好，袅袅定会来信邀你们前去，届时我们三兄妹坐在一起，再不读什么神仙书，那真再好不过了。我们可等着那一天呢。袅袅，你在路上可要当心些啊，千万别记恨你阿母。阿父不必担心，此行我跟三叔父三叔母一道，定会保重的。汤子照顾好阿母。好，哎，上车吧。上车。上车吧。上车了。
夫人既然担心，为何不直接去送女公子？谁说我是来看她的？哦，我不过是要去程家的祖宅寻点旧物，碰巧路过罢了。是啊，女君还不巧，将跟随自己行军打仗的女婢全都送给了姬夫人随行，用来保护女公子，啊不，等一行人。 心可真够狠的。其实女公子又何尝不像女君呢？心思最硬，心事最软。